大家都知道啊，一般美国人呢，以及全世界的人呢，就是开车用的都是 GPS， 就是美国发明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啊，卫星追踪定位系统 GPS。现在呢，中国人呢，自从发射了第55颗这个北斗卫星之后呢，就组成了一个北斗七星的这么一个一个卫星，就是导航系统。据说它的精确率要超过美国 GPS 的三倍，美国 GPS 的精确率可以精确到30公分，而北斗七星、北斗55星的这个精确率呢，可以精确到10公分呢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太空科技领先的这个地位呢，即将被中国取代啊！中国也不再会依赖这个美国的这个 GPS 的卫星定位系统，中国现在有了北斗55星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，真的是了不起。